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原理节目。哈姆雷特说，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这就是问题所在。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以来，一大奇景就是中国以及东亚国家的人默认全都戴口罩，而欧美国家的人默认全都不戴口罩。这在头条热榜上也引起了很多热议。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该不该戴口罩？基本的回答是，这是一场科学与政治的较量。西方许多国家在意识形态和人种上的傲慢，让他们条件反射似的排斥中国的经验，犯下了巨大的错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戴口罩的理由。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说话、咳嗽和打喷嚏时会喷出飞沫，病原体会附着在上面，而口罩能挡住飞沫。还有一些科学论文给出了定量数据，例如2020年3月17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说，在3个小时的整个实验时间里，新冠病毒都在气溶胶中存在，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新冠病毒在气溶胶中减少一半的时间，即半衰期，大约是1.1到1.2小时。这些数据和 SARS 病毒差不多。面对 SARS，你要不要戴口罩呢？当然要戴。面对新冠病毒，当然也要戴。所以，真正有趣的问题是，欧美为什么不戴？我看到过好几种理由，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发现全都站不住脚。例如，最常见的理由是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但我的科大同学倪伟指出，这种想法有3个缺点，每一个都足以致命。第一，病人可能不自知，这个病在潜伏期、轻症和无症状的状态下都能传染。第二，病人可能不自觉。凭什么我已经这么倒霉了，还要口罩捂着？临死要拉个垫背的。美国经常有大规模的枪击案，所以你觉得有可能每个病人都是好人吗？第三，病人可能买不着，你能指望一个病人跑遍全城的超市找口罩吗？那画面实在太美。第二种常见的理由是，如果错误的戴口罩，比如说把口罩戴反了，或者用手去接触口罩外表面，那就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这个提醒很重要，但解决之道难道不是教会民众正确的戴法吗？怎么会破罐子破摔，得出一个干脆不戴的结论呢？第三种常见的理由是，戴上口罩会让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四处去浪。对他的驳斥是同样的道理。正确的做法是戴上口罩，同时保持谨慎，而不是干脆不戴。第四种常见的理由是，其他的防护措施比戴口罩重要。例如洗手和保持距离，这在逻辑上根本就不通。如果 A 比 B 重要，难道就意味着 B 不重要？对于维持生命，喝水比吃饭重要，难道你就只喝水不吃饭吗？第五种常见的理由是，看到有人戴口罩会引起公众的恐慌。例如，澳大利亚规定教师不许戴口罩，以免给学生造成恐慌。3月17日，加拿大三位戴口罩的亚裔顾客，在超市内购物时被赶出，因为工作人员认为戴口罩的人有病毒。这种理由的荒谬显而易见，看见戴口罩的恐慌，难道比看见死很多的恐慌还大吗？第六种常见的理由是，普通人应该把口罩留给医护人员，自己戴口罩等于抢医护人员的。这一条其实可以成立，但只限于高防护等级的口罩。一线的医生真正需要高等级口罩，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无论什么级别的口罩都差不多。戴不戴口罩是质的区别，戴什么样的口罩是量的区别。所以，普通人正确的做法是只用低等级的口罩，把高等级的留给医护人员。第七种常见的理由是，西方国家没有足够的口罩给所有人。如果说普通人应该戴口罩，那么会引起抢购和恐慌。这一条貌似很聪明。抓住了群众心理，但稍微一想就会明白，解决之道难道不是增加供给吗？宁可欺骗群众，也不去生产或者采购物资，这是多么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国在武汉封城之初也有一段时间口罩荒，但中国立刻扩大产能，一个月就把口罩日产量从1000万出头调到了超过1亿。现在大家已经不为口罩发愁了。如果中国也像欧美这样，找种种理由说不需要戴口罩，难道你觉得是好主意吗？
其实从基本的数学原理就能看出，不戴口罩是个非常糟糕的决定。这个数学原理就是指数增长远远的快于线性增长。前一段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不戴口罩导致欧美国家的患者指数增长，而他们政府的工作重点却放在准备呼吸机等医疗器械上，这实在是非常怪异的思路。船的源头你不掐断，再多的呼吸机都不够用了。用军事术语说，添油战术必然失败。大家在小学都做过这样的应用题，一个水池一边进水一边出水，问多长时间把池子排空。许多人都吐槽过，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人，一边进水一边出水。但现在许多国家做事方式就是这样，而且进水是指数增长的，出水只是线性增长。这样下去，池子里的水只会越来越多，永远都排不空。西方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基本的原因大概是他们出于政治偏见，反对中国的一切做法。在他们的宣传中，中国的封城、手机定位以及戴口罩都是对人权的侵犯。这种自我欺骗代价是惨重的。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后，不少国家最近有所醒悟了，真香，真香！哎呀，不久前，奥地利还规定没有医生证明不能戴口罩，违者罚款150欧元。但3月31日来了个180度大反转，变成了规定外出必须戴口罩。我很想问，有没有人前面因为戴口罩被罚了款，后面因为不戴口罩被罚了款？无论如何，知错能改总是好的。此外，捷克和斯洛伐克也都已经要求民众戴口罩了。美国疾控中心以前一直说不建议普通人戴口罩，4月3日他们终于改口，说最近发现无症状者和发病前的人都可能传播病毒，所以现在建议戴口罩了。很好，不过这不就是前面我的朋友倪伟说的第一点吗？祝贺美国疾控中心花了2个月的时间知道了中国的公开信息。在操作层面，不久前德国扣留了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许多口罩，引发了好几起外交纠纷。最近法国向中国订购了11个口罩，两国之间将架起空中桥梁，通过56次来回完成交运工作。法国还有大学主席说，他们向中国订购的口罩被美国用更高的价格截胡了。无论其中有多少乱象，至少说明大家意识到口罩的重要性了。如果它没用，你抢它干什么？实际上，将口罩用于医疗是1895年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发明的。中国医学家伍连德在战胜1910年东北鼠疫时发明一种简易口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18年大流感席卷全球时，欧美全民戴口罩。现代口罩的主要技术来自美国的 3M 公司。3月27日，美国顶级科学期刊 Science 发表了一篇对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采访。当记者问他其他国家犯了什么错误时，他立刻回答，不戴口罩是欧美的大错。显然 Science 也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信息，因为这篇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顶级科学家说不戴口罩是应对新冠病毒时的大错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常识居然还需要顶级科学家在顶级科学期刊上大声疾呼。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科技猿人，口罩以及很多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发扬光大，而不少西方国家却被政治蒙蔽了眼睛，对科学视而不见，这其中的教训十分深刻。正如三体的名言，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